信大家对新歌声的导师周杰伦的印象十分深刻，毕竟作为用实力赢得掌声的人，无论是在音乐还是在电影的领域中，他的作品都展现了十分鲜活的生命力。然而曾经那个在稻香中听妈妈的话的大男孩最终成为了孩子们的父亲，现在的他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从相貌上来说，他们这对夫妻也算得上是郎才女貌，尤其是他们彼此的一双眼睛看起来都十分的独特。他的妻子昆凌的眼睛可谓是明眸善的，看起来十分的有灵气，而他们的女儿刚好遗传了母亲的这一特质，所以她的小眼神也生得好生漂亮。不过小女儿的整个脸型看上去更像是父亲英俊的模样，所以看上去十分可爱，让网友们非常抓狂，想要去摸摸她的小脸蛋，足见对她的喜爱。然而更让网友们惊喜的却是她女儿的耳朵更是和她惊人的相似，看着他们现在这么幸福，也不禁让人想起她的前任当红女星蔡依林。她的歌声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且她更擅长舞蹈，但缘分是个神奇的东西，当她已然成为明星的时候，周杰伦还没有出道，但是他现在的妻子和前任比起来，娇妻显得更加年轻，而且还是个混血。他性格很好，也具有很强的演戏的实力，也不比前任差到哪里去。